好，这个枪手林政伟呢，是不是遭人买通来买凶的？那么根据了解，他早期的时候是混迹在永和乐华地区，是有毒品赌博的前科。后来呢，因案入狱之后，销声匿迹了十几年。这次突然现身在造势晚会上，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行凶。林政伟落网之后说了，是因为跟候选人陈宏源的父亲陈明雄有恩怨，他的目标是陈明雄。而家人听闻之后也相当的震惊，但是地方人士表示，这不排除是有人买凶杀人。